讲话讲得响一点吧。看什么？身体呀？哎呦，怎么有点偏瘫呐？哎呦，你妈血液有问题的，骨头不好啊，骨头，大脑也有问题，这里呀、后面那个脊柱啊，听得懂吗？身上有个灵性。经常半夜里会叫，对不对啦？对，讲话这么轻，一点劲儿都没有。既有即将小房子。啊？既有即将小房子。他有的动了，要930张。要放生。放生是吧？放生要2000条鱼。好吗？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的孩子啊。不是。人家的是吧？我堂妹的孩子。你要叫他当心啊！他有一次差点走掉。是。是。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啦。请师傅看我1979年属羊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你身上有一个灵性，这个灵性让你好害怕，小声怕怕，你看什么事情都很害怕，你的肠胃不好。是的。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很怕晚上一个人，很孤独，你喜欢看电脑，不停地看，不喜欢跟人家交往，你有一点轻度的自闭症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应该走出来，多做功德，多做义工，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更多的洗涤，而且把小房子把身上这个灵性念掉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身上是一个男的灵性，整天来搞你的思维，所以你脑子很乱，思想不容易集中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小房子慢慢念，先念180张。好的。好吧。好。我已经念了600多张。我叫你再念180张。好的。那放生呢？放生一直放，每一次放个10几条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气量很小，不舍得花钱，所以台长不能说你放很多声，你就10几条放吧，但是不要放这么小的，放大一点的。好的。台长讲的对不啦？对了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谈过个女朋友，小气的不得了，所以人家不要你了。你以后大方一点会不会啦？好的。请师傅看一个王人。徐一春，双人徐，玉是什么玉啊？玉佩，春天的。徐一春，女的是吧？不是，是男的，我爸爸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5年。阿修罗道去了。谢谢师傅。
他建小房子了，有了100多张。对，他建了在20楼道。谢谢师傅。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吗？你不要不开心。好的。你爸爸气量比你大。好的。因为你爸爸怕老婆，听你爸爸的话。是的。好了。